心思咱咱，需求难定，行主管卡西强情技术，神道师小林顺利救回加罗孙红两人，或者危险终身呢？对三强联手结盟，因为提泰林助力，伊是早有阴谋，红罗咱所属的势力，又是哪一方破明宽解局势，越来越诡谲。但不欲小林总管全局，伊所疑心的分工人，又总有何种秘密？人军高楼又身在何方？欲知结果，且勿错过我们的报的戏《霹雳天梦记》第五章。江山代有人在出，《霹雳天梦记》。